可以踩住，每一次起的时候，经过全脚掌贴地，然后勾脚往远蹬，一定是胯锁住，脚往两头拽，有一个对抗的力量啊！别拿胯带啊！我们要求高度，我要求的是胯正、肩正，头不动，脊柱不动，就是这个U腿腿的速度啊！来，反面，主腿踩住，每一次起的勾脚勾到头，胯边放松，长长。松啊！最后一次，下来的时候膝盖别松着了，肩膀再打开，收，勾脚勾到头，胯边放松，长长。松啊！最后一次，下来的时候膝盖别松着了，肩膀再打开。